快门。这个声音是纳维亚。没想到会在这里遇到你们，你们现在要去做什么呀？你呢，是不是还在忙白松镇重建的事情啊？重建工程已经基本结束了，不过剩下的事情还有不少。最近我总是在两边跑，订购后续需要的材料，确定施工日期，和受害者商量赔偿条件。虽然枫丹亭官方已经给了受害者一笔抚恤金，但我认为刺梅会作为白松镇的管理者也应该承担责任。我们现在的经济情况还很拮据，赔偿只能先以书面的形式约定下来，以后再进行偿还。但总之先表明态度，才能让他们重建对刺梅会的信任。不愧是老板，真有责任心。不过这样一来你应该很忙吧？哎，可不是嘛，每次来城里都有好多事要做，总是会忘记这个忘记那个。所以这次过来之前，我学麦勒斯那样，把所有事都记在备忘本上，这样要做什么就一目了然。然后因为麦勒斯都用简写，我就学他的样子也发明了一套简写。结果在城里乱忙一通之后，我发现我已经看不懂了。很有你的风格，你到底是怎么写的呀？要不你来看看。我看看。怎么连一个字都没有啊？这是裹在木棒上的海带，这是装在盒子里的猪。不是啦，这个是去确认上波渔获的尾款，这个是去品尝城里新出的汉堡。难怪会看不懂啊。谢谢你的建议。这种事吃过亏就明白了。我以为无论怎么简写，写的人看到肯定会明白，结果好像不是这样。下次就不会有这种问题了。总之绝大部分的事情都已经办妥，还有两三个看不懂的符号，应该也不是特别要紧的事，等回去之后想起来了，大不了再跑一趟就行。所以现在你正要回白松镇？是啊。哦对了，既然聊到重建的话题，你们要不要跟我一起去看看？反正接下来也没有特别的安排对吧，我们坐船过去很方便的。倒是没什么不行吧，就是有点突然，你觉得呢？那我们走吧，坐船去。我知道是坐克莱门汀线过去对吧？啊，不是的，巡轨船在白松镇附近没有站台，刺梅会有自己的船。好，跟我走，我带你们过去。工程师还在做例行的安全检查，没有问题我们就可以出发了。其实之前我就想问了，巡轨船的三条线路都是以你们家的人命名的对吧？是哦，卡雷斯和纳维亚就不用我解释了，克莱门汀是我母亲的名字。既然是你们家修的，为什么连个到白松镇的线路都没有呢？你现在回家还要坐专门的船，多不方便呀。这个嘛，我听到的说法是刺梅会的生意不经由白松镇中转，所以没有专门修过来的理由。但我也觉得有点奇怪，都修了这么大规模的设施，多一条去白松镇的线路又怎么了嘛？是啊是啊，毕竟是很方便的交通工具啊。不过现状就是这样，我老爹脑子里在想什么很多时候我也搞不懂。他可没那么愿意听别人的意见，他很固执，决定下来的事就不会再改变。我听说刺梅会的其他成员都只有提建议的权利，包括我母亲在内。哇，怪不得你们以前关系不好呢。对呀，我可没有一直惯着他的理由，他真的是太别扭了。老板，船检查完毕可以出发了。好，那我们走吧。
要开一段时间，我们接着聊吧。那你的母亲是个什么样的人？哦，我就是随便问问。我记得你以前说她因为难产离世了，你应该对她没有任何印象吧？没关系，我听刺梅会里很多人讲过她的故事，他们都说我和我母亲一定合得来。她是个非常乐观和幽默的人，和我老爹只会板着脸完全不同。正因如此，他们才能互相弥补对方的缺点，一个负责做生意发展帮会，另一个负责维护内部关系。刺梅会就是这么一点点发展起来的。听起来不只是很好的夫妻，更是很好的伙伴。是啊，不过这终究也只是从故事里听来的，我很难建立起更完整的关于他的形象。只是每每看到眼前的克莱门汀线，我就会想，如果他还活着，刺梅会和白松镇有可能和现在很不一样吧。谢尔福曾说，名字是一种铭刻，它能为冰冷无情的物质赋予全新的意义，说的也就是这么回事吧。最近我逐渐理解了为何水中会融入最丰富的感情，也慢慢的喜欢上了看海，许多我无比珍视的人和事都溶解在其中。虽然我无法为他们驻足停留，但他们曾存在于我的生命中，也给了我必须继续向前的理由与动力。是啊，现在的日子还是很不习惯呢，但总要向前看，不是吗？不论是我还是我的父母，都已经跨过无数困难了，而且我可是刺梅会的会长啊，最不能垂头丧气的那一个。走吧，靠岸了，我带你们去看看现在的白松镇。纳维亚，他还好吧？那好吧，遇到了那么多沉重的打击，纳维亚真不容易呀。老板，你回来了。旅行者和派蒙，欢迎你们再次来到白松镇。好久不见啊，弗罗朗，现在轮到你照顾纳维亚了吗？怎么是照顾？我一个人也能好好的，暂时不需要跟班了。不过麦勒斯以前承担的工作有一部分确实交给了弗罗朗，有人帮忙总归省心不少。感谢老板夸奖。如你们所见，最近我一直在配合老板做白松镇重建的事。麦勒斯先生非常有能力，是很受人尊敬的刺梅会成员，我还差得很远。好了好了，不用讲客套话，大家都是熟人。你是在这里等我吧？难道是雕像的事情有进展了？是的，我们刚刚联系到工匠，但因为雕像的造型还没确定，对方也没办法确定材料的尺寸大小。雕像？是这样的，为了铭记我的父母为刺梅会和白松镇做出的突出贡献，我们一直想要为他们建一座雕像，但之前老爹一直背负不义的卡雷斯这样的污名，为众人眼中的罪人立像容易引来争议，而现在他已经重获清白，正巧白松镇也在重建，我感觉是最合适的时机。建立雕像的资金则由镇民自发捐赠，
这也表达了他们对卡雷斯先生与克莱门汀女士的感恩之情。我我只是新任会长而已，每天都在给成员们添麻烦，想要属于我自己的雕像起码还要努力几十年吧。你太谦虚了，你不是也参与解决了枫丹的危机吗？是的，我也认为雕像中理应有你的位置。你们再奉承我，我是会当真的哦。开玩笑了，我脸皮还没有厚到这种程度，至少也要等到我不输给我老爹的时候再说吧。谢谢了，我还没准备好呢。弗洛朗，所以现在我们应该把雕像设计好，对吗？嗯，要决定卡雷斯先生和克莱门汀女士的动作，我们才能委托工匠准备材料。但是之前我们还没有讨论过可选的动作姿势，我觉得先由我挑选一些方案让老板过目。不用，我们现在就来决定吧。来来来，跟我过来。不是说了吗，来摆姿势，你是卡雷斯，我是克莱门汀，来吧。这是不是有点太忙？你在船上说卡雷斯和克莱门汀听上去是很好的伙伴，我和他不也是最好的搭档吗？弗洛朗，你来留影。知道了，老板，我这就去取留影机。怎么样，你有什么想法吗？其实之前我也和弗洛朗聊过一些，但总觉得有点普通，可能是他们在我们心中的形象已经固定了，所以我打算借助你的想象，看看有没有耳目一新的思路。我准备好了，你们随时都可以开始。威严的话，哎，我想到了，这样吧，二位的姿势让我也不由得想到了自媒会最辉煌的年代。感觉克莱门汀的样子有点豪迈，他不是这样的人吧？难道他才是刺媒会的幕后老板？说不定会引来这样的猜想。过去在小报上确实出现过这样的报道，后来刺媒会运用了某些手段让报道和记者都消失了。喂，我只是举例子，我可不打算消失啊。弗洛朗是说让记者换了个笔名了，不过这样的动作可能的确无法代表他在我们心中的形象，我们再想想其他的吧。眺望远方，你是指站在船上朝远处看的感觉吗？那这样吧。哇，很有船长和船员的感觉。亲爱的克莱门汀，你看那个岛上的每一棵树都结满了磨蜡。不过画面上好像有点不协调，卡雷斯先生看上去会更加高大。哦，我懂你的意思了，那我们交换一下角色吧。不错不错，我觉得这样的雕像最适合摆在船上了。哎，不是哦，雕像会摆在镇上，放在船上就没有多少人能看到了。放在镇里的话，这个动作要表达的意思就很难传达了吧。那再想想。快乐的姿势就像听到了笑话的感觉吗？有点难以把握拍摄的时机，这样子都搞不清楚他们是在笑什么吧。而且雕刻的难度也很高，要不试试看你们一个人讲话，另外一个人笑。好像还是有同样的问题，算了，换一个吧。选了好几个，结果好像都不太合适，我也想不到什么好主意了。
没关系啦，至少还有留影，每一张都是纪念品。这几个姿势先作为备选方案好了。早知道要和旅行者留影的话，应该把服装和道具都准备齐全。啊，衣服！对了，我想起来在城里忘记什么事了。你们还记得吗？有个叫阿黛尔的孩子。我记得，是我们调查卡雷斯案件的时候见到的小女孩吧？对对对，她后来终于愿意和我说话了。她告诉我，她也要加入刺玫会。我说好啊，但是刺玫会不能让小孩子加入，得等她长大了才行。她就觉得我是在敷衍她，要怎么才能让她相信呢？最后，我想到了一个办法，就是提前做一件刺玫会的衣服送给她。结果在城里忙得晕头转向的，把拿衣服这件事忘记了。哎，结果还是挺重要的事啊。没关系，老板，我这就派人去取。雕像的事应该还需要更多备选方案，也麻烦你准备一下了。那一开始就这样不就行了吗？这倒是没错，还算有点纪念价值。纳维亚，弗洛朗，我回来了，哈哈，没想到吧？你不是科尔特？你从梅勒彼得堡回来了？是啊，终于熬出来了，我的命比我想的硬多了。出来之后，我就直奔白松镇。我毫不夸张地说，我一路上都能闻到镇子里飘来的鱼腥味。你们知道吗？我有多么想念美丽莎亲手做的烤鱼，那真是我在下面日思夜想的食物了。回来了就好，你看起来还是那么精神。这位是？我来介绍吧，这位也是刺玫会的成员，名叫科尔特，之前因为有罪的判决被送去了梅洛彼得堡。现在看来，这件事也是卡布里埃商会，也就是马塞勒的阴谋。等等等等，你是说马塞勒先生？什么意思啊？你完全没听说原始胎海之水这个案件吗？我知道枫丹涨水了，又莫名其妙降了下去，我以为案件只有这样而已，没去了解细节。难道这和马塞勒先生有关系？看来要从头给你解释了。案件期间，白松镇也发生了非常多的事，我还是先介绍这两位吧，他们是协助我度过无数难关的好搭档，刺玫会相当信任的帮手。哦，你们好。在我印象中，纳维亚还从来没有这样夸过别人，你们很厉害吗？虽然我们的确很厉害，但是我们一直都这么厉害，这种时候你应该吐槽我呀。有意思，有意思，刺玫会从来都不缺有意思的人。对了，麦勒斯和谢尔福呢？他们不是随时都在你身边吗？这个发生了很多事，科尔特，你看到了，白松镇和你记忆中的样子也有区别。他们保护了我，都遇难了。啊？这不是什么迎接我回家的玩笑吧？因为我什么都不知道，所以。你故意说一些很吓人的事。抱歉，不只是他们，还有很多人，包括梅丽莎，都因为灾难失去了生命。麦勒斯还有梅丽莎死了？他们死了？麦勒斯，我还准备回来给他一个惊喜呢。你不要太难过。麦勒斯和科尔特是多年挚友，他们在刺玫会成立初期就共同执行过很多任务。他的心情我能理解。我们换个地方吧，我来把这段时间的事都告诉你，稍微有点沉重。我知道了。
之心，这些故事居然都是真的，这个世界是疯了吧？无论是对你还是对我，麦勒斯的离去都很令人悲伤，马塞勒的人面兽心也令人憎恨。我以为马塞勒先生会永远和刺梅会站在一起，他所拥有的一切都是刺梅会给的，他居然还打你的主意，用你的生命去做他的疯狂研究。不过放心吧，现在卡布里埃商会已经解散，勒斯也被斩草除根，长久以来的闹剧现在终于画上了句号。真的吗？如果马塞勒早有乱心，我觉得他一定暗中和罗莫夫取得过联系。罗莫夫？那是谁？也是我没听过的名字。弗洛朗应该知道，当年在建设巡鬼船的问题上，刺梅会内部产生了非常大的分歧。以罗莫夫为首的成员认为，与其花费大量财力在巡鬼船水道工程上，不如优先建设白松镇。但卡雷斯先生说，这个与枫丹庭官方以及枫丹科学院合作的机会很难得，能够让多方关系更加牢固。巡鬼船不仅能给刺梅会带来商业收益，还能赢得良好的民间声誉，长远来看这项工程非常划算。结果就是双方没能达成一致，罗莫夫带了一帮人离开了刺梅会，并且对卡雷斯先生怀恨在心。啊，是我老爹能做出来的事，我能想象。结果这个与枫丹庭更加牢固的关系，在他蒙受冤屈的时候没能起到任何作用。是啊，这就是他一意孤行的代价吧。对啊，卡雷斯的性格那么强硬，应该经常和刺梅会的人吵架吧。嗯，那可太常见了。可是啊，纳维亚，我应该改口叫老板了。卡雷斯先生并不是一直都是那样的，曾经的他还能听进我们的话，再加上克莱门汀女士也总站在我们这边，大体上还是安稳的。可是在巡鬼船这件事上，就连克莱门汀女士也完全支持卡雷斯先生的想法。这样吗？但在我看来，罗莫夫他们的主张也并非没有道理，不能坐下来再谈谈吗？我想应该也是长久以来的积怨吧。他们对这件事的解读很偏激，他们认为是克莱门汀女士有了身孕，让她失去了中立的态度，所以这被他们视为了一种背叛。这明显不对劲吧？我母亲可不是为了劝架而存在的，她也有表明立场的权利啊。嗯，但在他们眼里这就是背叛，失去了这样一位调停者，他们觉得在刺梅会更加看不到希望了。唉，后来克莱门汀女士去世，巡鬼船被卡雷斯先生视为他的遗愿，这件事更加没有缓和的余地。原来是这样。罗莫夫的势力自那以后就宣称和刺梅会一刀两断，并且在后续与刺梅会的摩擦中丝毫不念旧情，估计在他们眼里我们早就已经是仇人了。但即便如此，目前没有证据能证明他们和马塞勒有过联系。我也听说他们的经营情况不好，所以长时间都处于偃旗息鼓的状态，但是只要没有解散，他们就仍然是威胁。我觉得科尔特的担心有一定道理，无论是罗莫夫还是马塞勒都把我老爹视为眼中钉很久了。虽然现在马塞勒的势力被瓦解了，但罗莫夫他们的动向依然不明。如果他们对刺梅会抱有恨意，现在白松镇如此脆弱，就是他们最好的行动时机。嗯，的确如此，还是应该让他们随时处于视线之下。我这就去安排。嗯，辛苦你了，也谢谢科尔特你提供的情报。哎，小事而已，不用道谢。老板现在有空吗？我们去散散心吧。今天听了那么多故事，就算现在我还是难以平静。突然来临的永别实在是。既然这样，那我们去城里转转吧，我也顺便去拿阿黛尔的衣服，就不麻烦弗洛朗了。你们也陪我再走一趟吧。啊，
科尔特没有意见吧？啊，我当然没问题。那我们走吧，听上去是件挺有意义的事。我们果然是最好的搭档，走吧走吧。走走也不错吧，就当是一场旅行。到了枫丹亭住一两天再回来也行。我也很久没有走上这条路了。也走了一段距离了，我们在这里歇会儿吧。既然是散心，不强调目的地反而更好。我也上了年纪，不如从前了。幸好在没落彼得堡的时候，我还在靠工作锻炼身体。你已经很棒了，能跟上我们的脚步。在没有巡鬼船的时候，我们经常要带着货物往北走，在那边坐渡船去枫丹亭。这段路我和麦勒斯走过不知道多少次，累了就在草地上躺躺，饿了就在水边钓鱼吃。那时候的刺梅会顺风顺水，人人都有机会赚大钱。卡雷斯先生出手大方，我们自然也干劲十足。转眼间巡鬼船已经建了起来，这条路也冷清了不少。我知道，只是有点怀念罢了。那我们多待一会儿吧。哎，你们想不想吃点心？哦，是纳维亚的马卡龙吗？我惦记很久了。是的，我猜你也嘴馋了。哦，等等，我看看材料够不够。这些本来也是麦勒斯和希尔福准备的。炉子没问题，至于材料的话，没有面粉和糖了，这可是最关键的两个材料。真的吗？专程去找也太麻烦你了。不能每次都白吃点心嘛，我们在野外也会做料理，他应该有材料储备。好的，太好了，那就拜托你们了。只要有甜甜花和小麦，我就有办法。那我去找找有没有箱子，能搭一套简陋的桌椅出来。好啊，我去准备炉子，这样每个人都有事干了。怎么样？你们做得很好，剩下的就交给我吧。你的手艺还是这么好，马卡龙做得又好看又好吃。老板做点心的手艺，以前在刺梅会的评价就特别高，大家都知道他很有天分。爱好而已，没什么值得夸奖的啦。说起来，我看你们深受老板信任，又总是陪在老板身边，没考虑过加入我们刺梅会吗？太露骨了吗？我只是觉得真的很合适。你只是正好碰上了而已，我也有好一段时间没有见过他们了。冒险家不可能永远停留在一个地方，刺梅会的名号对他们来说只会成为一种束缚。而且我们已经共同经历过那么多冒险，就算天各一方，我们的心都紧紧地连在一起。就算在遥远的天边，我也会想起这块马卡龙的。原来如此，我能与两位相见竟然是了不起的缘分，那我也要更加珍惜这短暂的相遇。
那就以水代替，先碰一杯吧。干杯！喂，你在干什么？来，要干杯了。祝你们旅途顺利，祝刺梅会发展顺利，祝我们的友谊天长地久。收拾好了，我们继续出发吧。阿黛尔未来的制服我拜托了城里的老熟人定做，我们直接去取吧。路德温，我来了，这两天生意怎么样？等不到刺梅会大小姐的光顾，我这小店马上就要关门倒闭了。都知道你路子广办法多，你开这种玩笑没人信的。不过现在他已经是老板喽。失敬失敬，哎呀，顺口了嘛。你们是来取衣服的吗？对，之前在枫丹亭办事的时候忘记了。这点小事请手下来办也没问题啊，大小姐竟然亲自跑一趟。小题大做一直是纳维亚的风格。哎，可不是小题大做，散心也是行程中很重要的目的，没有什么比踏上一段新的旅程更能治愈身心的了。老板说的是，至少比一个人闷着要好。那你们稍等，我这就去取。为什么阿黛尔想要加入刺梅会呢？嘿，他还说不清具体的理由，只是说因为很喜欢我。在那件事之后，他变得开朗了不少，估计是因为他终于知道他的父亲并不是个让他失望的人。他说他很害怕我的老爹，所以觉得刺梅会里都是可怕的人。但现在刺梅会的氛围不一样了，他有勇气和我说话，也觉得我能理解他。或许是吧，我在寻找真相的同时也帮助了他。他说也想要像我一样去帮助别人，而不是继续等在原地期待别人朝他伸出援手。听上去他会成为一个优秀的刺梅会成员。我也这么认为，但首先还是要创造一个能让他健康成长的环境吧，等他长大再把选择权交给他。你怎么了？哎，跟踪，我来了。我也去看看。科尔特，衣服你帮我拿一下。好的。确实有人，他们往上面去了。别跑，给我站住！果然麻烦，看来不给点教训，他们是不打算好好说话了。兄弟们，不绕弯子了，干掉他们。老实交代，你们是什么人？为什么要跟……别以为不说话就能蒙混过关。
老板，怎么样？你们没受伤吧？这种程度的敌人，怎么能奈何得了我们呢？好了，不要拖拖拉拉的，赶紧交代。要是直律亭介入，这件事可就没有商量的余地了。我们是来找刺梅会寻仇的，被发现了又打不过你们，我们认栽。寻仇？难道你们是那个什么罗莫夫的人吗？你居然知道这个名字，那你就应该知道我们的恨来自何处。是的，你们现在毫无胜算。切，我们喝了点酒，在街上看到了纳维亚，气不打一处来，就想找机会找你们的麻烦，结果反倒是被你们先拎出来了。啊，很敏锐嘛，他那又怎么样？我们什么都没做，也没对你们做什么的本事，我们只是气血上头，看你们很不爽。听着，卡雷斯已经死了，无论刺梅会曾经做过什么，我都希望能有一个新的开始。我是刺梅会的现任会长，如果你们的老大有什么意见，我愿意和他直接对话。我不会追究你们的责任，这也是我态度的表示。谢谢你，你的想法我会传达给老大。但如果你们再敢做类似的事，哪怕是再有类似的想法，我绝不轻饶，知道了吗？知道了，知道了。喂，我们走。放走他们真的没问题吗，纳维亚？我不想继承我老爹留下的矛盾，而且寻鬼船的事，我也不认为他的做法就完全正确。如果对方愿意谈，我也是愿意上桌的。很多事情都应该翻开新的一页了。我也支持老板的做法，以暴制暴是很原始的做法，在刺梅会的哲学中也毫无美感可言。而且科尔特也说过，最近他们内部情况不好，掀不起什么风浪，或许也会是他们最愿意坐下来谈的时候。不过我认为还是要提防罗莫夫的行动，如果他对我们这边的警告视而不见，恐怕到最后还是会演变成一场战斗。至少他那边的人看起来挺讨厌刺梅会的。不要发展到那一步最好，毕竟就算恩断义绝，两边也曾是一家人。确实是这个道理。好了，总之算是解决了吧，不用在乎这些讨厌鬼了。今天有点晚了，我们去灰河休息一晚，明天再回白松镇好了。我会托人给弗洛朗写封信，告诉他今天的遭遇，让他注意白松镇周边的安全，提防可疑人士。你又要住在灰河吗？那里的枕头都有一股水草的味道。没办法啦，很靠近水边，又没什么阳光，不过白松镇也差不多，我早就习惯了。晚上我们还可以去店里吃烤鱼喝饮料，听人唱船歌，不也挺好吗？有道理，你说服我了，我们走吧，我也要唱。餐厅里有许多记者，但并不是每一位都拥有合格的职业素质。如果你想接受采访的话，最好还是来找我哦。
是一家优秀的报社，有一位开明的主编和许多出色的记者，最重要的是稿费也结得非常迅速。只要眼睛够尖，脑子够快，每天都能找到好新闻。蒸汽鸟报是一家优秀的报社，有一位开明的主编和许多出色的记者，最重要的是稿费也结得非常迅速。许多记者，但并不是每一位都拥有合格的职业素质。如果你想接受采访的话，最好还是来找我哦。再次来到这个地方，总觉得有点亲切感了呢。如果刺梅会在枫丹亭的据点是像墨芒宫那样富丽堂皇的地方，反而会觉得很不搭调。的确如此，我也这么觉得。只不过在我老爹的畅想中，等刺梅会越来越好，白松镇也会成为不输给枫丹亭的大城市。他是个野心很旺盛的人，很少低头去看，所以他才会有很多异于常人的特质。也就是这一点，人们对卡维斯先生总是又爱又恨。好了，
你们去店里等我，我去里面做些准备，顺便也叫人把你们的住处整理一下。房间还和上次一样，没忘记是哪一间吧？嗯，反正又没几间房。你这家伙想说这地方寒酸对吧？我现在就去把你的枕头塞满水草。对不起对不起，那真要睡不着了。开玩笑的，你们先过去吧。睡了吗？还没有吧？哦，没什么，只是觉得难得有这样的夜晚，不应该就这么结束，对吧？想去钓鱼吗？我已经准备好装备了。这就是你晚餐之前说的准备吧？那我们马上来。嘿嘿，没打扰到你们的休息吧？不愧是我的好搭档。走吧走吧，钓鱼去。自动鱼竿钓鱼还算钓鱼吗？啊，怎么了？这种鱼竿在白松镇很常见啊。钓鱼不应该是非常投入的看着浮漂，等鱼咬钩，体会鱼出水那一瞬间的惊喜吗？那也是一种方式了，你怎么看呢？那下次我们就用普通的鱼竿钓鱼吧，比一比谁钓的更多。比起这个，我更想问为什么纳维亚你这么有精神，这种时候我都想睡觉了。嗯，天生的吧。就这样展开来讲的话，你会更想睡觉的。我想应该是多亏了刺玫瑰还有我的母亲吧。我老爹从小就对我有很多不切实际的期待，他越是想要我和他一样，我就越不想听他的话。我母亲就不一样了，我听说他对我只有一个期望，就是能开开心心的长大。刺玫瑰的成员都很尊重他的想法，无论我去哪里胡闹，他们都愿意惯着我。你们能想象吗？我因为闯祸挨骂的时候，所有人站成两排，麦勒斯和希尔福也在，只有我老爹一个人大发雷霆，大家都默不作声。渐渐的，就显得为了小事而对我发脾气的老爹很小气，他也就只好闭嘴了。还有这种事啊？是啊，现在想想，他们真的都是一群很温柔的人。小时候的我一直认为，我可以想做什么就做什么，因为总会有人帮我善后。但是有一次麦勒斯他受伤了，他不告诉我原因，但我能感觉到是因为我的缘故。总会有人为错误承担责任，越是珍视周围的人，就越不要去做错事，因为当错误的惩罚降临时，那些人真的会不顾一切地为你挺身而出，为你付出代价。对不起对不起，不该提这个，
今晚不想聊难过的事。总之就是，刺梅会有今天这样的氛围，一定不是因为我老爹，而是我的母亲。这或许是我感受来自他的爱的唯一方式。我也想要把他的温柔传递下去。所以你才会放走今天的那些人？或许也是过往的教训吧，至少我不希望太过武断。哎，你看，你那边有水花。但是为什么鱼竿不收线啊？应该是发条装置没装好，我也是第一次组装这种鱼竿。哎，别让他跑了，我们抓住他，快！这不是没有装鱼钩吗？别再浪费时间了，老大耐心有限，明天就行动，你自求多福吧。发条装置不会动也是因为少装了一个零件，这么想的话好像我们也算公平。只讨论数量倒是没错了，不行了，我实在是熬不住了。快去休息吧，今天我玩得很开心。嗯，明天见。怎么样，昨天睡了好觉吗？我梦见在和海星跳舞，应该算还行吧。没想到你还挺幽默。你看，还是有人能欣赏的嘛。那我们走吧，回白松镇就坐船好了，我来安排。阿黛尔应该也想和你们见一面，希望她喜欢你给她准备的礼物。嗯，那就最好了。我们回来了，给你从枫丹亭带了礼物。哇，谢谢老板。不要这么叫，你应该叫纳维亚姐姐，知道吗？没关系了，不只是有礼物，你们看是谁来了。好久不见啊。是你们啊，好久不见，之前的事情非常谢谢你们的帮助。听说你们还拯救了整个枫丹，真是了不起的大英雄。你们很厉害，能和厉害的人做朋友的纳维亚姐姐也很厉害。这个里面是什么呀？我能看看吗？当然可以。哦，是刺梅会的制服，是送给我的吗？但是好大呀，我穿不了。是送给未来的你的制服。之前你说想要加入刺梅会，能听到你这么说，我心里非常开心。但刺梅会需要保护大家的安全，所以会遭遇各种各样的危险。现在你还很小，我们不想让你的母亲担心，所以那时候拒绝了你，说需要你再长大一点。这件衣服就是我们的约定了。原来是这样。好的，谢谢纳维亚姐姐，我会努力长大的。长大不是努力来的哦，要保持耐心。你们能把我女儿的事情放在心上，我非常感激。
有刺梅会的照顾，就算他的父亲已经不在我们的身边，我们依然能感受到温暖与安全感。不用这么客气，不管是不是刺梅会的成员，只要住在白松镇，我们就是一家人。老板啊，弗洛朗，怎么了？大事不好了，罗姆夫那帮人聚集在了白松镇外面，还运了一堆炸药过来。啊，炸药？他们想干什么？应该是蓄谋已久的行动。在昨天收到了你寄来的信之后，我就和刺梅会成员一同去调查，但罗莫夫他们好像也听到了风声，所有人都从之前的据点撤离了。我们追查他们的踪迹，没想到目的地竟然就是白松镇。该不会是因为昨天在城里的冲突让他们警觉起来了吧？看来他们连一点想要坐下来谈的想法都没有啊。早知道就该把他们全部扔给纪律厅。抱歉，是我太天真了，现在说这些也没用。弗洛朗，他们的炸药放在什么地方？在白松镇东边的山坡上，克莱门汀县的附近。难道说他们想炸掉克莱门汀县？很有可能。罗莫夫他们憎恨刺梅会和卡雷斯，而双方关系产生裂痕的原因就是巡鬼船。如果炸掉克莱门汀县，无数碎石就会顺着山坡滚下来砸进白松镇。他们是疯了吗？这里还有很多无辜的人呀。如果是酝酿已久的报复，他们绝对不会放过眼前的机会。现在必须尽快让白松镇的人去避难，远离入口，不要被滚落的巨石砸到。把所有人集中到大船上去吧，那里最安全。搭档，克莱门汀县那边能交给你吗？如果炸药爆炸，不只是白松镇的人会遇到危险，正行驶在上面的巡鬼船也会掉下来。先阻止他们的疯狂行为，再和他们算总账。交给我们吧，纳维亚，你们也要小心啊。走吧，弗洛朗，科尔特，我们也赶紧行动起来。克拉丽女士，赶快带阿黛尔去我们的大船。小心，老板。你要干什么，科尔特？切！我还说碍事的家伙终于走了，结果还有你。难道说是调虎离山？科尔特，你也是罗莫夫的人？原来如此，你早就知道他们在做准备，才说他们的境况不好，让我们放松警惕。这不全对，或许我和他的立场相似，但我并不赞成他那种激进的做法，因为我恨的只有你，只有你一个，纳维亚。到我身边来，小心。罗莫夫答应我，如果我能杀了你，他就不会对白松镇动手。可是从头到尾，你都和那个碍事的家伙待在一起，我没有下手的机会。罗莫夫失去耐心了，我本来没必要出现在这里，但就算是和你们一起埋在这鬼地方，我也要亲手杀了你。为什么？因为你一无所知，你才会问出这么愚蠢的问题。你没有见过刺梅会当年有多辉煌，没有经历过白松镇最繁荣的时期，而我不一样，我亲眼见证过，在一点一点地看他们全部消失，都是因为你的出现，纳维亚。克莱门汀因为你死了，卡雷斯也因为你死了，麦勒斯和希尔福因为你死了，还有那么多人都因为你死了。第一次见面那副无知的样子，也是在骗我们。对呀，我刚出来的时候就知道麦勒斯死了。唉，你们知道吗？在那个该死的水下，我很认真地在考虑，等我出来以后就去和麦勒斯道歉。当年因为巡鬼船，我和他大吵了一架，我认为他脑子里只有忠心，没有思考能力，转眼就过去了那么多年。我本来以为我差点就能离
以为他能让我回忆起刺梅会美好的那段时光，结果他死了，因为你，又是你，纳维亚。我曾经比谁都要爱刺梅会和白松镇，但现在我的眼中只有凄凉，美好的一切被你毁得一干二净。老板，别听他的，尽是胡言乱语。你有没有想过，其实你身边的人都没有那么喜欢你？你有没有想过，你受到尊重只因为你是卡雷斯和克莱门汀的孩子，你根本什么都不是。你有没有想过，这里的人还留在白松镇不是因为你，只是因为舍不得曾经的回忆。因为当错误的惩罚降临时，那些人真的会不顾一切地为你挺身而出，为你付出代价。是啊，现在想想，他们真的都是一群很温柔的人。真的吗？真的是因为温柔吗？你胡说，我就很喜欢纳维亚姐姐，我妈妈也喜欢。啊，道理我不会想，但喜欢就是喜欢。麦勒斯先生一定会对你非常失望，你居然把刺梅会历史上的诸多不幸都归结在老板个人的身上。让开，弗洛朗，我不想对你动手。那还是动手吧。老板，危难在前，没有时间犹豫了。或许在你眼中，你说的这些就是现实，但我所接受过的来自每个人的爱也都是真实的，这些爱都切实地帮助了我。即便是现在，我也会相信这个事实，让你知道刺梅会在我心中的分量。嘿，正面偷袭！呀，嘿，呀，嘿，哦，你好呀，呀，嘿，嘿，开火！自然是炎亚纶啦。赶紧召集其他刺梅会的成员，转移镇上的居民。如果还有偷偷混进来的科尔特的同伴，迅速制服，不要给他们伤害普通人的机会。我不能扔下我的搭档一个人面对危险。好的，老板，我马上去做。纳维亚，你没问题吧？我不知道，但我必须要去。克莱门汀县，我们赶紧上去吧。他们想要炸掉水道的话，炸药应该在支撑柱的附近。两项了，下一个。细心的家伙，惊喜。任务驱使，在这里，看镜头。他们人不少啊，一直在拖延时间，烦死了。但至少说明我们没有猜错方向。当当，星辰为我降下，来点灯光，摆个好姿势。
这个就是炸药吧？然后这里是控制台，怎么才能让它停下来？这上面的按钮似乎都不应该随便碰。有个形状奇怪的洞，为什么会有这个东西？有可能，那钥匙应该就在我们刚刚打倒的人身上吧。既然这样，我们分头行动，到处找找。什么？你找到了，真厉害！快把它停下来吧，时间紧。这样应该就行了吧？啊，这下纳维亚他们也能松口气了。对啊，万一还有其他炸药呢？我们快走吧。听蒂埃里说你们是仇人，但他们总归还是在刺梅会待过一段时间，你打算出面解决吗？我没有什么想和他们说的，仇恨也好，愤怒也罢，把普通人的安危置之不顾，我不认为这种人还有正常沟通的理智。请依照律法对他们进行处置吧，刺梅会方面没有任何意见。好的，感谢你们能出手相助，没有引发更大的灾难。该收队了，把这帮人都带走。太好了，纳维亚，我们成功了！你好厉害呀！幸好赶上了。可能是使用了太多元素力吧。没关系的，不用在意我。平时这么夸奖你的时候，你总会吹嘘几句，这样的你，我还有点不习惯呢。老板，白松镇里潜伏的家伙也全都抓住了，他们也会被直律厅的人送回去。这次罗莫夫他们可谓是倾巢出动，也因此被一网打尽，之后应该也不需要担心了。我知道了，是个好结果。科尔特，我并非不能理解你的想法，失去的东西正因为无法挽回才会显得更加珍贵。我不是卡雷斯，也永远不会成为卡雷斯。你爱的刺梅会和白松镇再也不会回来了，但我的想法没有改变，这是个重新开始的契机。以后刺梅会赚到的钱会更多的投入到白松镇的建设，我也会想办法
改造巡鬼船的线路，将来的某一天，巡鬼船也能为白松镇的每一个人提供便利。我明白你的意思，如果是卡雷斯先生，他一定不会说出这种话。有太多的事情无能为力了，你我都是一样。你不再是刺梅会的一员了，但等你再度获得自由的那天，如果想回白松镇看看，我们依然欢迎。谢谢你，纳维亚。老板果然是个温柔的人，也是个不走运的人。谢谢你能够保护克莱门汀县。其实我很害怕，短期之内卡雷斯县都无法重建，如果连克莱门汀县也被人破坏，我不知道该怎么面对。名字是一种铭刻，失去了每天都能看见的克莱门汀县，我就觉得像再一次失去了母亲一样，但她还好好的站在那里，真是太好了。到底发生了什么呀？比起累，你更像是沮丧。给老板一些时间吧。谢谢，扶我一下吧，我实在没什么力气了。旅行者，我想问你一件事，请一定要说实话，在你心里，我真的是你的搭档吗？当然。那就好，有你这句话，我真的松了一口气。怎么样，休息了一会儿，你好点了吗？好些了，不过应该还要休养一两天。抱歉搭档，我刚刚说了点奇怪的话，你别往心里去。曾经我也这么以为，只不过我没有我想象中那么坚强。科尔特提到了我的父母，还有麦勒斯和希尔夫，因为他们我才能活到现在。他们不会后悔吗？我活着又让谁感到了幸福呢？不要这样想，纳维亚，你已经做得够好了。无论别人如何，我和他永远永远都会支持你。事到如今，看来不得不坦白了。老板，我也有件事瞒着你，请你们都跟我来吧，已经准备好了。现在的我可承受不住什么真相了。放心吧，一定会是惊喜。为什么大家都聚在这里？这是什么？本来这是我们全镇人为老板准备的礼物，打算在做好之后再向你揭晓，但现在情况特殊，我还从来没见过你如此沮丧的样子，所以就先把这个礼物的设计图拿出来了。我的样子居然有这么难看吗？准备好了的话就把布揭开了。
是老爹、母亲，还有我。克莱门汀女士的样子是我们参考以前的留影和众人的印象绘制的。这不会是之前提到的那个雕像吧？是的，其实我们早就定好了雕像的设计，已经在委托人制作了，为了不让老板察觉，才故意说需要老板来决定造型。只有卡雷斯先生和克莱门汀女士怎么行呢？虽然我们的老板很年轻，勒斯的事也好，重建白松镇也好，他做过的事我们都看在眼里，值得我们用雕像的形式去纪念。我不知道以前的四美会是什么样，但我知道现在很好，有纳维亚在我们很放心。我们聚于此地是想要告诉老板，我们是相信你，而不是沉溺于过去的辉煌才决定留在这里的。我和他也是。谢谢你们，那我就厚着脸皮接受大家的好意了。真是了不起的惊喜啊，我连做梦都没想过居然有机会和母亲站在一起。看来是我多虑了，我也要赶紧振作起来，变得更加可靠。回想起来，今天这副样子真是有点丢脸。每个人应该都有对别人来说稀松平常，但自己无论如何都得不到的东西吧。对我来说，全家福就是这样的东西。从小我就很羡慕别人，没想到会以这样的形式收到。看来有时候我也挺幸运的嘛。看来是我多虑了。回想起来，今天这副样子真是……我以前就在想，我母亲希望我能开心地活下去，这其实也是个很高的期望，甚至不亚于我老爹施家。这两个人虽然表现出来的巡鬼船是造福整个枫丹的大工程，所以他才没有阻止我。看来是我多虑了。回想起来，今天这副样……啊，你学我干什么？不要这样，不要再说下去了，很难为情的。赶紧忘掉，赶紧忘掉。不对，忘掉也不行。总之，藏在心里，不要再翻出来了。茶会是淑女的必修课，如果你想学习茶会理论。